每天坚持一静到底啊，我老说第一是我的新闻本能，但大量的都发不出来，所以它的第一个功能就已经废了。那就是第二个功能，由于我是一静到底不剪辑，所以它可以作为呈堂证供，就是证据。你看那个世界上的警察办案之前都说你有权保持沉默，是吧？我们叫王法，我们不叫法律，叫王法，王定的才是法。哈，我们法跟那个世界的 constitution 不是一回事儿。嗯，在北大管宪法叫宪法 constitution， 中国政法大学管宪法叫国家法，中国政法大学的宪法教研室叫国家法教研室。所以那年我沈红、扎海生，就是后来跳楼的孩子，都觉得跟北大不一样，政法大学跟北大不一样。我的第三个功能，就是历史文献过多少天你能看见。我有好多徒弟，有一个是相貌堂堂啊，堂堂一宝林里一区玉树临风的徒弟，叫小潘，人特别好。他人好他就自信。好多人不自信，我就不自信，我上了一屁大我都不自信。我屁大是考上的，是1979年考的，79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难高考的一年。为什么说那年最难呢？因为文化大革命，小学6年级就改5年级了啊。等到1979年高考的时候，有5年级毕业和6年级毕业的两个年级的同学同时高考，所以从来没有一年像那年似的，两个年级的两个毕业生。我那13中就辅仁附中有17个班，一个班60个学生，60乘17，你算算多少个学生？我们全学校有6个考上屁大的啊，我是那1/6。现在一说到中国的优秀的人，就是指本科，什么是就本科啊？本学科，你受过基本的教育。好多傻逼现在都战略考虑，出来瞎喷骗钱而已，因为连起码的教育都没受过。再有，就通过他胡喷，全都是给傻逼带歪道啊！当然，如果你稍微受过点教育，你不会受他忽悠。我一直坚持简单的生活，如果不简单的生活，即使白来的也不能要。哎呀，这小潘呢就为难我。今天是2022年，10月25日，一个星期前他去看我师娘，给我师娘买的羊肉片，路过我这儿就给我放了一大口袋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他说：“师傅啊，你用水一煮就吃了，一水就煮就吃了。”我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是没有火，我只有一个开水的壶。开水的壶，我早上煮倭寇奶粉，弄点澳大利亚麦片，这就是。那维生素呢？我也不做菜，有的时候我买颗生菜啊，嚼着就吃了，或者拿颗大葱，跟山东人似的。其他的维生素，你看像这个董梨，烟台是中国，山东水果，啊，伟大领袖，新中国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伟大领袖去给斯大林过70大寿，带的就是董梨，就是山东的梨，山东的大葱，啊，山东的大葱，还有我有好多鸡蛋，鸡蛋啊，你看这是号称松针散养的绿壳土鸡蛋，这鸡蛋特小。还有就这种了，都是超市里买的鸡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0个鸡蛋，鸡蛋特省事儿，我拿开水一冲就几乎半熟了。小潘这个，我这冰箱又没有冷冻室，他跟我说是鲜的，我不知道是怎么个鲜法。刚才打开一看，好家伙，都是羊排。我妈呀，我爷爷奶奶都是吃素的，我们家就不吃肉。
我1979年上屁大之前一滴肉不吃，北大那大猪油做的那饭我一吃了就吐。我就说，你别看我长1.84米，我长这么高，我一直是吃素的啊。你先去尿吧，凯，你先去尿尿，尿尿，乖。我闺女起来了啊。我闺女特好，一个月一个夜静静的。然后呢，我打开一看，然后我就得找刀啊。全是羊排，上好的羊排。你看这都是血啊。我妈、我奶奶、我们家他们都是吃素的。你说这么大啊，小时候我受的教育，茹毛饮血、哈密制吃的东西。好在那个，我这儿有一个巨大的热水器，我就拿这热水器开的水，75度的水，把这些水给血水给洗出去。比如说小潘，你这不是难为我吗？啊，你看我吃涮羊肉啊。涮羊肉到那儿涮完了，我抹抹嘴走了，我身上什么也没带，我干干净净去，干干净净走。这个弄的我也没锅，我现在呢好不容易找出一电炉子来。本来我想这两天谁来我这儿，我把这羊肉给谁给我去做了，现在这么兴山之气的一个锅，我只能用电炉子去煮，煮的熟煮不熟还不知道。这么上好的羊肉，小潘的是回回，他特意从牛街买来的。那天那个谁，那个我师娘文杰若那保姆就说，嘿，这点羊肉得卖是好几百，是这么好的东西给我暴殄天物了。现在你说说我就搁在我这电炉子上去煮。煮的熟煮不熟我都不知道，一会儿我跟我闺女，哎呀，这小潘呢，好人做事儿，你倒难为我了。以后啊，你要是，嘿，电炉子还憋了。不至于吧？嘿。这电炉子昨天我使一次还使憋了，真是使憋了，还别煮了，这一锅羊肉就，哎呀，小潘呐，你说说，我是不是客气的人？我说不要啊，就是不要。你们这些小孩啊都是固执，你看这羊肉你给我的时候是一星期之前，这已经一星期之后了。然后眼看着他在这儿本来兴山，然后就得恶臭，我就发脾气。都是好人，但好人，哎呀，我还得刷我这池子。哎呀，出生这地儿啊叫佛教图书馆，是我爷爷1925年建的。所以我现在手上都是羊血，鲜羊肉。
18岁进披萨之后，我不是绝对的不吃肉，已经开始学吃肉。披萨毕业的时候，我们系去颐和园扫大街啊，扫树叶，也是这个季节，我才开始第一次喝啤酒，就是我们班老白，我们老白现在在东城分局也退休了啊，他才教我喝啤酒。喝完啤酒，我们在颐和园里边租了一船，啊，玩了一天，玩了一天，把那船又给卖了。怎么卖啊？就是谁想租船，你找那个谈恋爱的，那男的都嘚瑟，那女的犯骚的时候，你过去在他边上晃，他就说，船给我得了。那会儿他不问价，所以我们老白在上披大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当警察的天才。他就管这叫办案。那时候我们屋还一个人，前几年我也说过他，他也是一大名人，现在我不说他了，他叫王青松，教人练气功啊，说他那粮食都代工的，在密云和河北一带那儿，不行了吧？不行了。但是我洗的这个东西是可能又有什么。所以我还得使劲冲。所以我一直就是不沾兴山之气，但后来进新华社当耳目喉舌啊，耳目喉舌嘛，以后像可可西里，我不但吃活的生的都吃，风干肉就是生肉，不仅风干肉，活的不是我打的啊，他们打的我就吃啊，我吃过的一级保护动物藏羚啊，现在全都说藏羚并不好吃，特瘦特柴，藏羚、野牦牛、藏野驴、白唇鹿、马鹿，我现在都说不清，因为我们一起的有个动物所的叫冯作健，中科院动物所的，现在肯定不在了，要在得120岁了。你想那时候我30岁，我30岁都不到，我20多岁。老头子都60岁了，他是打大型哺乳类动物的，他每打一只，他得做成标本，做成标本那些肉就都给我们吃了。我们考察队叫中国可可西里国家考察队，那队里边就有介绍信啊，国家考察队，一级动物要捕杀是得国家，那叫什么？国家的批准，二级动物当时啊，得是省一级批准。我们那考察队就国家级的，啊，那考察队就带着一大堆批文，自己杀完自己批，当然也不是我杀的了，是吧？我们有一个排的解放军的，那是1990年的事儿，刚才一弄这个小潘的这个羊肉，又让我想起好多这些事儿，其实我骨子里边是一个吃素的人。但吃素人也不能浪费啊，所以一旦有什么东西，我就不能浪费，因为不浪费，你就是把它吃了就不浪费，但下回小潘谢谢你啊，也谢谢你吧，咱们都是哥们儿，你别给我师娘就行了啊，我师娘还有阿姨给她做，我这也没阿姨是吧？好多事儿都是，我就想我的生活简单。不能再增加任何负担，任何负担我都有拿出这刀，一刀把它捅了，一割两断的意思，啊，把他妈我的生活弄复杂了，复杂了，我生活很简单，吃的简单，穿的简单，一件破衣服能穿20年，啊，但是你不能扰乱我的心，我的心是自由的，我的心是自由的，你看，这是我妈，非得把核桃。我说那核桃啊，我都吃不了，不新鲜。我给她了，她都给砸碎了，又都给我端回这么一碗来。你说我一次能吃得了这么多核桃吗？吃这么多核桃，我得拉稀。一个人呢，不能太贪心，所有好事都你一人占了，你全吃了，你不拉稀，你干嘛呢？说的都是疯话。还有就是我这两天血压高，血压高，但是你看我这血压这剂一打开，你看昨天我粮食143，
但我这血压计有一个问题，不知道是没电了还是怎么，不知道是没电了，它最上边一排都没字儿。嗯，昨天我是180、120，嗯，我还有一个备用的，我备用的，我弟多事儿，孝拿走孝敬我妈去了，我妈也不用，但是给我妈呀，那老太太，你给她行，拿走她就不高兴，所以我也拿不回来了，嗯，然后我这个血压计你看看，97、110，它上边那一排不显示字儿掉了，我得猜，嗯，小潘这羊肉又让我怒发冲冠，嗯，这人呐，虽然是好人，但是他平常，他是吧，你看这是多少啊？199也行，你说他141肯定不是四，上面那一横没了，191高压191低压110，我赶紧得吃我这药。嗯，现在啊，这新华社也是这药啊，以前给的多，现在还不按天给啊。哎呀，就靠这药就能把我给控制住。嗯，哎呀，嗯，这一。哦，原来是长摁，嗯，长摁，嗯，我刚才不是长摁，我还以为这破锅坏了呢，嗯，白白浪费了我一个钟头时间，现在马上就8点了，老百姓用的电又，哎，8点以后就是高价的电了，就是高价的电了，我们敬爱的总理跟我们说，长城大坝修好了，电就8分钱一度了，你知道现在电多少钱一度吗？啊，哎呀，嗯，小潘给我这块羊排，啊，一下引出我这么多废话，嗯，啊，可爱的战友，《古兰丹姆》里边那羊排断不了，除非我发生不幸；热瓦普琴断不了，除非我发生不幸。我每天都会叨逼叨说一段。35毫米不剪裁，一镜到底不剪辑。哪天我要是不说了，那就是琴弦断了。羊排是谁啊？羊排长。跟小潘，我还得骂老苗。老苗啊，老苗的儿子是新街口办事处的，挂职支援边疆。他们边疆那边有一种特工的鸭子，嗯，就是没打过疫苗。跟我似的，我这老鸭现在就没打过疫苗，我一针疫苗没打过，嗯，他们现在都打4针、5针、6针、7、8针了，我儿子就打了7针，嗯，我儿子就打了7针，嗯，沙和尚什么至少都得3、4针吧，我是一针没打过。老苗那鸭子是内蒙古卡拉沁旗，卡拉沁旗是哪儿呢？就是原来，大清朝，哎，往北京打的时候。卡拉沁旗那边帮着打清朝，啊，他是蒙古人，蒙古鞑子。后来蒙古人跟大清朝跟康熙他们家结亲，啊，大清朝就让他当卡拉沁旗的旗主，嗯，卡拉沁旗旗主，然后拱卫北京，啊，因为他跟康熙皇帝攀了亲了嘛。哎，我屁大的国际政治系的一个师弟，就在卡拉沁旗当旗委书记，他们那个地儿。我那鸭子是买的，不是他们给的，我是买的。嗯，我就怕留下话瓣，因为我这人爱讲故事。那鸭子是没吃过农药，没吃过抗生素。现在这小鸡苗、小鸭苗，哎，还没进那鸡笼子、鸭笼子呢。嗯，就得给打抗生素。为什么那么多小鸡儿、小鸭子养在一起，它就得得传染病？为了怕它得传染病，预防、预先给它打上抗生素了。嗯，我那是没有的，他给我这大鸭子。你说那鸭子要收拾起来多麻烦呢，还得抛肠子弄肚子，肚子屎什么全得洗干净了，我哪有这么大的池子呀，拿池子我哪有那么大的锅呀，有那么大锅我哪炖得了，我妈都70、80的了是吧，平常我就烤鸭，烤鸭最好那个皮焦的那个啊，拿那小荷叶饼包3块给我妈吃就吃了，
我呢把那些鸭子咔咔咔当肉全吃了，剩下鸭架子给我狗吃。为什么给狗吃？那是烤熟的，按北京烤鸭烤熟的，那骨头是酥的，我狗扎不着肠子。嗯，你给我弄一只鸭子好是好，我怎么弄啊？你说我怎么弄啊？哎，我怎么弄啊？这老苗啊，所以朋友再好，以后做熟了给我吃行啊，别给我生的了，生的我做不了。嗯，生的做不了。与众不同不可耻，以众凌寡才可耻。嗯，我这老白吃白喝可耻，所以下边牙都掉了啊，牙都掉了，让你叼不了盘，让你叼不了。嘿，你看我这个，除了放盐啊，刚才偷了我妈一颗葱，偷了我妈一颗葱。你看这老葱，我不知道谁给我的，偷了我妈一颗葱，扔里边了，可能是割少了，我再切了一点，去去腥。然后就往里偷了我妈一把盐。我妈他们河北农民，一做红烧肉做所有的东西啊，葱姜蒜花椒大料，我这里边什么都没有，我这里边只有葱，只有葱、羊肉和一把盐。哎呀，几点了？咱得随时看时间。哎呦，八点三分了，八点三分就得是高价的店了，是吧？高价的店，40年前李鹏总理答应我们8分钱一度电，修好了三峡，现在三峡修好了，据说三峡那边电就8分钱一度，啊，什么时候才能我们地京8分钱一度啊？哎，我赶紧得关了，嘿。不然我得破产，8点3分了，高价的店。